哎呀呵，失火了，快灭火！哎，老伯，你再不会脑子烧坏了吧？哈喽，你好，这是最新的消防宣导短片，没事的话欢迎观赏一下。我要小赠品要给你们，等我一下哦。哎，你们在看什么呢？哎，不会吧，失火了，失火了，你怎么还在这里袖手旁观呢？哎，这里刚好有水，看我的，哈哈，我拯救了一场差点发生的大灾难喽！哎，不要谢我，也不要送我啊，我走了啊，拜拜。哇，这下不得了了，哎。 哎呀，丫头啊，前面失火了，你还在这里看热闹啊？闪远一点，我来救火。喂，妹妹，那是电视影片了，你搞错了。我搞错？我看你才搞错了。谁？不跟你一般见识？这失火了，你怎么还愣在这不跑呢？我嫌了，不爱走了，我就拍个卡通把电视变个走了。大叔，你不要冲动啊！不要拦着我啊，我是为了救大家。星星救火可以燎原，你木有听过是吧？Oh no， 不要。 什么不要啊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女人说 no 就是 yes 的意思啊？好了，我的任务达成了，拜拜。